邀请他来到现场与大家共襄盛举。所以呢，我们要麻烦一成视线左到右，右到左，让我们媒体朋友做一个最完美的拍摄。那当然呢，我待会呢会就中间左边右边的媒体朋友做停留。那我们现在呢，先让一成呢自由的左到右，右到左，让我们的媒体朋友做一个最完美的捕捉。那因为今天的媒体朋友非常热情，所以呢大家要好好把握镜头，好好把握时间，来拍下最美丽的一成。好，现在一成帮我看中间的媒体朋友3秒钟的时间好吗？来，正中间，我们 Tiffany 的代表摄影这边，正中间帮我停留3秒钟。3、2、1，好，来左手边好吗？左手边的媒体朋友，左手边的媒体朋友，我们停留3秒钟。3、2、1，好，来，我们右手边的媒体朋友，来，右手边的媒体朋友，大家准备咯。3、2、1，好，再回到正中间，正中间的媒体朋友，大家把握一下时间哦。好，现场有特别的视线，帮我喊个声音好吗？来，我们徐大哥这边，徐会长这边，来，最右边这边，最后3秒钟的时间哦。来，左边，左边帮我举手，大声喊个声音一下。好，最后回到中间，我们最后3秒钟，我们就进入采访了。好，中间，正中间，2、1，好，我们热情掌声欢迎林一成，来帮我们成立一下麦克风。哇，赶快跟我们现场所有贵宾朋友打声招呼，虽然我隔得有点遥远，对，来来来，跟大家打声招呼。Hello， 各位媒体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来101。逛街的朋友们你们好，好久不见，我是一成。是不是感觉现场好热情，好多人，对不对？哇，我觉得一成呢就是所到之处大家都觉得又好亲切，然后就好像是自己的朋友的感觉。因为刚好从边走过来，后面就说一成一成，是一种熟悉感。对，是不是跟大家来聊一下你的近况？我相信大家都很想要知道。最近其实我大概7月之前有杀青一部戏嘛，就可能大家也有印象，就公司制作的第一部戏，那现在正紧锣密鼓的后制中，希望能够尽快跟大家见面。那私人的部分呢，自己即将考到进阶潜水执照。哇哦，事情，对，太厉害了，两件事情都非常的令人期待，那也恭喜你完成可能是心中的心愿，对不对？对，太棒了。那今天呢特别邀请你啊出席我们的活动，透过我们全线系列，是不是跟大家介绍你今天佩戴的珠宝？今天 Tiffany 的这个系列其实是他最新上任的艺术总监的手稿的作品，是有很多大自然的元素，比如说我手上的就是花瓣，很像是大家看到现场的这些花瓣被风吹散以后再度重组的感觉，所以它特别的有机，然后很有活力。那还有这个萤火虫的部分也是非常可爱，我一直很喜欢用动植物当作设计灵感的作品，所以当它用这个很高端的珠宝，像铂金啊、去镶嵌白钻还有黄钻，然后可是很多作品其实不只是在非常正式的重大场合可以佩戴，甚至我们可以带入日常，就是比较轻珠宝的概念，我觉得也是他这一次设计的主轴。所以啊，对于这一次设计是他整个创作理念本身，你自己对他的觉得把珠宝带入到大自然跟带入到平日，你觉得这样的创作理念是你喜欢的吗？我觉得喜欢，而且它也是很高 CP 值的一个呈现吧。哇、wow. ，对，就很像今天其实背景它，我们这边拍照背板布置得很美国街头风，然后它其实就是希望，不是像我这样子今天打扮得很慎重，很像贵妇去坐地铁，而是要告诉大家，其实好的珠宝它有很多种设计，有的你可以在日常的场合
佩戴，而不是只是在一些重要场合，一年可能只能拿出来戴一两次。对，我觉得呢，让大家。